三来，我同观众朋友分享一个好消息。下个天师在各地国际空有好的表现，有记者陈凡之、李飞尼接拖来去拍纪录片《迷藏的声音》呢，因为2023纽约天师节纪录片类焚发议题。亚出对闽南客家中出发的迷藏的声音呢，镜头下记录的一对综合先生同一对中年的夹中年，上海带点声音呢，行出九十勇敢的对政府讲出意见，有两个夹中年超过10年的资深记者，同两个南美人的人生故事，用纪录片的方式同全世界来讲。同台的台湾客庄农村的路牌家村，韩国委托日本。中国、英国、卡塔一个国家的作品，强化了竞争，结果外地迷动时间，10年18下足6点未公布。